福興教會的弟兄姊妹大家好。Hello. 我們在這裡公布一個好消息，兩期各600萬港紙，總共1200萬港紙的募款順利達標。Hallelujah. 咁咧喺度咧，真係好多謝大家啦嘅捐款啦嚇。咁但係咧，因為匯款嘅時間啦，同埋作業流程咧，我哋都同地主嗰邊延咗時間嘅嚇。咁但係所以，但係 anyway 咧，順利達標噶嚇。咁另外一件事咧，想邀請大家喎，就係咧，真係好多謝大家呢段時間嘅捐款嘅分享啦，同埋即係弟兄姊妹嘅交流啦。咁我哋想做少少回饋。2024年嘅1月27日星期六下晝4:00至6:00，我哋咧會喺福興教會有一個意象分享会，当日除了我和师母之外，还会邀请同工现场和大家分享的。是的，如果大家想对象家有更多的了解，可能对以后的短宣，甚至如何参与这个事工，或者怎样祝福我们，都很希望当日邀请大家一起来，4:00至6:00，象海家园的意象分享会，到时见，拜拜。